哎，生，你高了，你年轻了。你讲真的，你真的瘦了，瘦了很多。我一向都瘦了。我就觉得不是，是这次真的瘦了。今次你们在 Facebook 聊很难啊，你们在 Facebook 跟我问我这个问题真的很难。在这里我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来，为什么带你来这次那个 Blue Fin Tuna 呢？这个很重要，等一下你才慢慢解释给你它每一个的层次，好不好？我讲真的，我未食过 Blue Fin 啊，所以你话 Blue Fin 我就要快啲食过，要快啲出嚟食啊。嗯，所以你是吃餐的？系，吃餐吃餐。啊，真的没礼貌哦。这是我去日本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你知道，退休的日本厨师他们会做什么吗？在家睡觉咯。咁抵死啊！不是，他们最后会变成很专业的鳕鱼的。嗯。所以这次我跟Mr. Watanabe 去这个 Misaki 的 wet market， 跟他们学习很多，学了怎么样去投标这个 blue fin 的 tuna 回来新加坡。哇，好玩。为什么我们这次会投标 blue fin 这个 tuna 回来新加坡？是因为只有这种鱼，你才可以吃到它的层次感。层次感，我仲以为肉类先会有层次感，好似牛啊咁样，鱼都有层次感，讲嚟听下咧。所以我们才会投标这个 blue fin tuna 回来。OK。为什么我介绍 blue fin tuna 呢？就是因为它的层次感。这个叫 akami， 是那个鱼的背部。它的口感有点像普通的 tuna 的口感。其实你知道了，我跟你吃过几次。所以所以我解释给你听，那个层次感在哪里。这个是 chutoro。它不是很肥，半肥瘦，在鱼的肚子的旁边。这个是 otoro， 它是鱼的肚子，最肥的、最多脂肪的那个一盘。睇到想流口水，好喜欢。这个是，这个不要讲先，这个卖点关子。有卖关子？这是 kamatoro，kamatoro 我们用了aburi 的 sashimi 的做法。所以你们可以吃到一点不同的口感。我现在有点流口水，吃还讲吃。好。没骗你啊。第一的口感是瘦的，很像肚腩的那种口感。你说你的最爱啊，艾森。My favorite is still chutoro. I like the well balanced lean and fat combination. 我仲未食过嘅咧，艾森。This is best.呢個我頭先，你 try 下先。你不 try 你很難知道那個層次感。頭先我睇到呢個嘅時候，我流曬口水，幾肥美嘅樣，等我試下先。哇！呢個係我最愛。呢個我到咯，佢係 berry 嚟，所以一咬入去哦，肥瘦。啱啱好，即刻入到口喎，即刻融化咗，哇！真係好好食啊，又好新鮮喎，好味啊！我最中意呢個。說真的，好像奧多羅好像好吃一點，真的奧多羅比較好吃，好像吃肥肉一樣感覺，好吃，真的好吃。哎，不要再卖关子了，第四种是什么来的？你们有没有听过 blue fin 有一个部位叫？我都说没吃过 blue fin 哦。Let me tell you, it's the blue fin's forehead part. 哦。它是blue fin 的那个额头，整只70 kg 的一个 blue fin 只有200 gram 的，所以它是很珍贵，很珍贵。咁少啊？不过要融了。是啊，快点吃吧，快点吃吧，唔好嘥咗佢。它要在那个 room temperature 吃的时候是最好的，所以它开始要融。真的要快吃，不要再讲。快点吃，快点吃，快点吃。
最后一个就是 Kamatoro、嗯、Mr. Watanabe 他就是用了不同的做法的料理，用 Aburi 的做法、嗯、所以让你们又吃到不同的层次、嗯、因为他有烤过、嗯、所以你应该吃到有点很香的烤的那个感觉、嗯、我很喜欢这样的煮法，它外面有烤的香味，咁入边嗰个鱼嘅鲜味仲保留咗，呢种煮法赞。嗯 ，I agree. I like the burnt smell, luscious and fragrant. The taste still linger in my mouth after eaten. 嗯 ，good. 介绍没有错啊。哇，呢个系咩嚟噶？咁大嘅，好似山咁大啊！说真的，你来了新加坡这样久，你会讲华语的吗？我会讲华语，不过我不要讲而已。你吃了之后给一下你的华语的评语来听一下哦。你要考我啊？可以啊，来啊。你现在没有吃的时候，你不是看到很大？嗯。等一下，你用一些姜生的姜啊，放点那个 soy sauce 酱方法。嗯。有原因的，很多厨师都会教你，如果太大的寿司，你很难把它沾在那个酱油、嗯，所以你用那个姜来这样做法。所以你看哦，这个鱼丸是满满的，还有那个生鱼片也是很多。这个吃起来哦，真的很饱满呢。可以哦，可以，真的会讲哦。不要笑，千万不要笑，你一笑我就笑了。哎哎是，哎你吃完了？哦。我觉得奇怪，每次我请吃东西哦。我们两个就讲讲讲，你就每次偷吃偷吃，这么大力一吃就，哇，动作咁快啊你 ，very delicious， 这么大力哦，呀，你是一口吃完，呀，哇，真的可以，我睇唔出你个口咁大哦，诶，整盘整盘。其实 Bluefin 除了用 sashimi 跟 sushi 的做法，也可以用 grill 的做法，这是我用了那个。Blue Fin 的 Collar by Grill、嗯、所以你们可以吃到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做法，你们try一下，在这里啦，是啊，哇，不过看起来很油咧。Don't worry, Moon.、嗯、this is fish oil. This is a very natural oil.、嗯、it's vital for everyone, and it's rich in omega 3,、嗯、and it's healthier and improve our skin complexion. You should eat more. 听你咁样讲，就可以食多啲咯。熟呀，可以吃了，可以吃了，不要客气，来。咁样都可以煮熟啊 ？Yeah, Moon, you must be wondering what is this? This is a heat up by a chemical reaction. When water pour into it, it's just steamed for 6 minutes.And you can eat immediately. Wow, 咁样好神奇哦 Yeah, I mean, the reason also、mm. the seafood is very fresh here. The abalone usually is very hard, but look, this abalone is so tender,、mm. sweet and crunchy. Yeah. Mm. Actually, 你同舌头咁熟，我可唔可以攞一个翻屋企啊？嗱，你姓王，嗰个日本人唔系你老豆开的，我谂冇咩可能。诶，唔使咁样嘅，一个机啫都唔可以。咁我都爱啊！我讲过，我一定会 unfriend 你哋，你熟，一定系 unfriend， 因为你两个傻嘅。你，我贪心啲嘅。